超过八岁啦，上幼少容，就是讲伊个面容拢真少年啦吼。啊，袂像我即卖老，就是老咧吼。虽然年纪已经人个已经八九岁啦，啊嘛真像少年的面容，片有五角，一日分零下影，有一日。伊伫由即个五角去看到迄个分零，迄、那个零加分，啊来甲迎接，吼、哦、下应，平日升天，所以灵慧感悟升天之事，精修大道，亦逼伊有悔，啊一百外岁，就即个做迄、那个太上老君的老爸啦吼，啊、哦。啊，一百外岁。当老子弥陀之前，即道成，即成道而成天。老子未出世以前，即、这个因老爸就已经得到神仙转去啊啦吼。那因为呢，商朝商朝用家住十七年，岁处任寅，迄个时阵是西元前啊，讲公元啦吼，1398年，太上老君自太清仙境分神化去，升一经。加九量，化为五色琉璃珠，从天而降，是以是化积化净，就是讲日时啊咧困，哦，日时咧困，感而喷之，感而有形，所以啊，伊咧困的时阵呢，啊有感觉讲迄个啊，做一身吼，迄个啊做。有一款的无形的物件，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伊感觉就已经有怀孕啦。伊是怀处盛开之后，心气安寒，容颜转少，迄、那个面貌阁转如少年，吼、哦，转少。所居房屋，六气和平，六气就是讲咱有当，咱有。这六气拢总安尼非常的这个和尚，冬天无迄个炎酸，夏天无迄个炎热，上光照火，啊，降伏不侵，如此年复年年，一冬过一冬，不知不觉。已经过了81的寒暑，到了商朝武定23年，岁处甲子2月15日，卯时，啊，就是伫西元前1317年，圣母因颁日期，老子便将朝夕降生。哦，这是讲老子降生，因老母哦，亚多伫迄个时阵倒手变迄个李秋的手机，啊，所以呢，老子呾拆过耳孔，啊，拆过耳孔，安尼出世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不可思议，这我嘛不要讲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经典是安尼写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无咱人吼老母生嘛，拢对生门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此呢，经生门都。死好，有生就死，所以咱人有生就死，哦，啊，即卖呐，安尼讲起，啊，那破白的，唔就要经生亡，就要死，原来会死，哦，原来会死啦，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人伊是蹲老母，会倒手背汤出世的，安尼啦，哦，搁几分，搁五分啦，哦，安尼讲一个较紧的啦，吼，那么因为呢？老子的出生
这个时天上的太阳光辉加倍明亮，天衣的上方及四周祥云半结缭绕，万鹤在空中飞翔，九龙从地下涌出，灵山所处顿成高考的井啊！吼，迄个所在，老师出世迄个所在，变成有高考的井啊！啊，成九井啦！吼，圣母为汤，这个高九龙井的水为老师沐浴，甲老师沐浴啦！吼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老师呢，吼，伊就即摆先骨甲洗了。啊，老祖就多修几天，啊，正修几地，哦，啊，就往东就行，啊，就念哪，天上天下，后壁一句呢？唯道独尊，唯道独尊，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那么因为安尼呢，哦，所以因此呢，哎，孔子呢降生的时阵，就是由安尼而来，哦。那么因为伊要出函国官，哦，啊是王经理、王点文书会讲袂，我唔知啦吼。啊，假使讲啊，伊有讲，啊是伊有无讲，啊那后日有个这个班，啊学校有机会，那个报告伊出函国官的内底的善意，要出函国官有意思的呢，哦，啊所以学校简单就是介绍到这。哦，啊，后壁因为有咱王点文书，要叫咱大家做研究，哦，够啊啦吼，时间够啊吼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好下就叫咱大家，既然是研究老子的这经，大家会当发起充满，真正把老子的精神解刻出来，哦，老子的精神，咱今日得到嘛是得到老子传来的道呢吼，嘛是咱的。咱的祖师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大家要把老子的精神效法，啊，华伫遮啊，讲到遮啊，祝咱大家华喜充满，啊，大家健康平安，谢谢各位。大众集集，感恩前人慈悲，请到鞠躬，坤到鞠躬。接下来就是咱王典老师为咱慈悲开始介绍《道德经》一本册。